男生在挑女朋友的时候很少考虑到妈妈的感觉，不知道妈妈可能也会对于你交的女朋友付出感情，是，然后两个人建立感情之后，就男生又把这女生给甩了，然后妈妈就落空。可是有一些女生很会装好人，就是即使分手之后还是会传简讯安慰前男友的母亲，然后有些不是安慰，就是慰问慰问一下。有些男生养狗也不好养到最后，连狗也甩掉，那就不是人了。就自己懒得养，就丢给妈妈养，或者是就妈妈明明不同意你养，可是你偏要养，然后养了之后又丢给妈妈，浪费，就是要她做很多事情。要不得，这要不得。所以今天男生都是这样子的人，欢迎所有男性。今天要做一个很出奇的事情，就是他们竟然要把他们喜欢的女生介绍给他们的妈妈，在我们康熙的现场互相认识。然后呢，妈妈就怀抱着忐忑的心，因为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上不上得了台面，然后又想跟对方推销自己的儿子，说他的好话。可是也有可能是他们看到这个女生，觉得心里根本不喜欢啊。所以我们俩就可以研究出来，那个妈妈可能是想从中作梗，或者想要促成这件事情。因为有几个我觉得不是妈妈会喜欢的类型，太瘦了。不像会生的样子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发现长辈，我看了几个长辈的意见，他们对于女生太瘦都有意见。还有爸的，对，而且可能就是妈妈自己也不太瘦。不是吗？阿里克太瘦，这么瘦。我们今天的美妹妹都非常贴心，竟然穿了见家长的衣服来，哈，欢迎四位美妹。欢迎四把他的腿挡住哎，而且他没有穿高跟鞋，是，因为我觉得穿太高，妈妈好像会觉得有点压迫。因为妈妈万一是矮子的话，会受到刺激。没错，然后穿长裙就是遮住到过膝盖。那铁人，请你先到我们的旁边来，来哈，这边请。你应该在情场上很顺利吧？就是为什么还需要在康熙偷偷的替你把你喜欢的人约来？其实因为阿基米，我喜欢的女生，就是我就是喜欢她，关注她蛮久的，多久？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。所谓的关注是说，在脸书上，她根本你也没有勇气去跟她交朋友，然后你就追踪她，潜水追踪。对啊，就是我有在 FB 上，就是会去看她，偷看她的脸书内容。阿基米，你知道有一个人藏在角落里偷看你吗？我不知道。可是如果他是你的粉丝，你会觉得他是粉丝当中帅的吗？我觉得他很帅，我喜欢的那一种，很阳光的那一种。不用出来了，不用先高兴，偷欢喜。因为阿 Kimi 刚刚说他喜欢他的样子，然后阿 Kimi 后面接了一句说看起来很阳光。阳光。可铁人不是阳光的啊，铁人很阴沉啊。其实我笑起来也很阳光啊，就是，可是你个性很阴沉啊，并没有，你笑起来我们还是喜欢你阴沉的时候。而且阿 Kimi 好像说他喜欢男生很会说话，朋友面前不会说话，在女朋友面前却很会说话的，应该另外一个样子。所以你在女朋友面前会比较流畅一点吗？我在朋友跟女朋友面前其实讲话都非常流畅，只有就是哪有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比较安静一点。但是只要大家熟了，像我跟康永哥跟 S 姐就，我跟你不熟。你跟康永哥熟吗？跟他讲聊得来吗？想太多了，会不会？我今天有一点尴尬，因为我们这么不熟的人，然后要介入别人的家务事，算什么、啊？就是人家妈妈跟欣赏女人见面，然后我们在旁边一步在做个案观察的样子。可是你人生中你有追不到的女生吗？很多都追不到，因为我都只是欣赏，像比方说没有出手，你爱像 S 我还是其实还是攻我，所以我有欣赏，但是不没有机会可以认识。我跟阿 Kimi， 你比较欣赏谁？欣赏，我这很难回答哈，应该是 S， 因为我会看他的，对，就看他一些作品啊，一些表演。其实我把他当艺人，然后你把他当对象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啊，把他当女神啊，然后把他当什么？没有邪心。好吧，你还说你会说话，你还说你会喜怒哎呦，我想你就你要敲他头吗？我可以见到，竟然说出好吗？
你真的是很不懂女生的心哎！你等一下，妈妈进场之后，如果我们跟她说啊 ，Kimi 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妈妈会替你张罗攻打另外三个吗？一定会拉进去，随便找一个就可以。只要是单身。那如果你跟阿 Kimi 已经定下来，然后你就跟你妈说，其实他是男的，你妈也安心。不要太快！不要进，不要进！没有人是完美的。你好像跟踪他好一阵子，对不对？跟踪，其实我对他在路上跟踪哦。真的跟踪，太变态了吧？不好吧？变态了吧？这我要解释，这我要解释，就是因为阿 Kimi 他好像是住在公馆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在公馆曾经碰到过好几次不期而遇，就是他会骑他的 U bike 啊，或者是他跑步啊，然后他有一只狗叫熊内奥。你怎么把狗的熊内奥？你还约他的狗去？我日常碰到他，但是他根本就连正眼都不会看我一眼，所以我今天是有你在路上跟他交出来过，难道没有办法引起他注意吗？就不可能啊，就你讲铁岛之类的，我打他看不到，因为他很高吧，我就那你会不会就趴倒在他的优待前面吗？然后就碾过去他的手。对，就没有机会。你就常常去公馆那一带。哇，我就在那边，每次都说，我就跟我朋友炫耀说，我跟你讲 ，Kimi 住在这附近，所以说有时候就会遇到他，就可以去堵他这样子，但是都没有机会。但是我今天就是康熙来了，要黑社会。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撮合他们，应该算是协助犯罪吧。这太可怕了，还可以被吓到了。你真的在公馆活动吗？有时候还是会吃。说不定她男朋友在公馆。住公馆？你男朋友在公馆吗？什么男朋友？就是男的朋友。你的 boyfriend？ 不是中文很烂吗 ？FB？ 我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他讲的狗的事情是对的。OK。对，我有一只狗，两只狗。对。然后你骑 U bike 这也是对的。然后狗真的叫 Chanel 吗？对。哎。然后你也有慢跑吗？比较少，比较会骑摩啊什么 bike？U bike？ 都是一个人骑。对了，行哥，打包，对，还真的没有空注意到你，家旁边有人啊，我没有看到后面有一台 U bike， 他要进进夜店。哇，那他刚刚已经交代我们了，现在要把阿 Kimi 放在他旁边。嗯，阿 Kimi 不好意思，好麻烦你一下过来。好。对。可以啊。我动我妈，你把我身高一点。你在踮脚哎。踮脚了，对呀，还好，天生高跟鞋，两个感觉还蛮搭，对，刚好穿白色啊，对啊，很配，肤色也很接近，蛮搭，黑黑的，站在旁边就高兴了吗？所以你现在是被女神和好妈妈包围耶，感觉怎么样？开心。其实我已经没有遗憾了，我觉得你，那你就去死啊！我就觉得哦，你刚刚讲的话咬牙切齿，我很会记仇。我知道。好，那铁人，你现在心情平复了吗？你有办法跟你妈妈讲话了吗？有办法。好，那好，媒婆。嘿，媒婆婆，嘿，哎，麻烦你，我们要请伯母进场。我们请伯母啊，铁人妈妈，好，欢迎她。铁人妈来这边请，好，小心有接机的，来这边请。年轻啊。好。小心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妈妈很漂亮啊，所以铁人的大家好，好可爱哟。所以铁人的五官是从妈妈这边来的，谢谢。所以铁人妈妈跟铁人是一起生活，是的，住在一起，我们住在一起。对。那儿子交女朋友的事会跟你讲吗？有，会。他会带女生回家住吗？啊，有会。很正常的，对呀。所以他常常带女生回家住？没有啦，常常是没有啊。所以他有时候，他有的时候交往过的女生会对你很亲切，一般朋友这样，当朋友。对。那他有没有女朋友是对你非常好，然后你很喜欢他，结果他们最后却分手了？有。那你会很难过吗？前女友。啊，前女友就是他有。妈妈们话匣子都很容易开。对，长期要面对很难攻破心房的人，现在碰到妈妈们都很感动。前女友都来你们康熙问安才对。所以阿姨，你说他前女友对你很好？啊，对。是哪一种好？
互动啊，好像关心，常常关心我，对对对对，像我妈妈一样这样子。哎呦，所以分手的时候，你有跟儿子讲说不准跟这个分，要留住他？啊，有，你有讲？哎，就铁人不听吗？他就是不听。那你有问？你有问铁人说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吗？是，那是他们的事啊，我没有问你多。那你还是很尊重他。对对，我尊重他。今天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郭铁人很喜欢的一个女明星。对啊，然后你蛮漂亮的。你的儿子就是因为太着迷于他，所以在台北市有发生跟踪他的。对，有民众检举他。没有啊。妈妈很认真的，不要来开玩笑。好，所以铁人妈咪就是铁人，现在呢要向你介绍他喜欢的这个女生，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跟你介绍。好的，铁人加油哈。好，嗯，妈妈好。哎，你好。搞得好像是他妈妈，他妈妈还是你吗？是你吗？这位？妈，她叫阿甘米，然后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她中文名字叫香月明媚，但她现在改成叫月明媚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5月16号生，跟我一样是金牛座。哦 ，OK。对，她很喜欢运动，然后很喜欢高空弹跳啊，然后她很喜欢出国去玩，很喜欢健身，然后她现在越来越像变态喽。对啊，然后他在就是演艺圈都很发展得很好，而且很漂亮，对，所以就你想怎样？我觉得他表现比较像是要派他妈妈去暗杀阿 K 的感觉，那个录音带对吗？会上电视哦。打跟妈话匣子停不了，小威神当场闲话家常。妈妈在家很无聊，想要上个节目。我想要带他出来玩，然后有这个。你们可以去六福村啊。妈可以出来吗？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去六福村。不然228公园吧，那你可以泡泡茶。不要乱聊，不要乱说。你妈在家真的很无聊哈。刚刚跟妈咪介绍的事情是 Akimi 的资料。对，那你对他怀抱的是什么感觉？妈妈要跟妈妈讲吗？因为妈妈，你会在乎他是哪一天生的吗？不会，妈妈应该在乎其他的事吧？不会吧？就是 Akimi 他很喜欢运动，然后他就会可以。跟我很喜欢游泳嘛，我喜欢去，他就很喜欢晒太阳，就跟我一样，对。然后我觉得他，所以呢，本来不是变态，你是变态粉啊！对，是一个产品。可能妈咪就是你根本不在乎这个女生要不要跟你儿子一起出去玩，只要他喜欢他，就算他整那个女的整天赖在家里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是一个很开朗的人。OK， 嗯，Akimi 今天这样子的样子、打扮啊，然后化妆啊，都是你觉得可以接受的？还 OK， 不是喜欢，只要他们幸福就好了。是啊，幸福，就长得跟鬼一样。这样可以吗？先有小孩，但是没有结婚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，所以重点就是要有小孩啊，还不生啊，不要放眼中只有两件事情。你就是很想要抱婴儿，对，我也很羡慕小孩。你想抱婴儿，随便到哪个医院产房都有啊，不能随便抱人家。好，欢迎妈咪今天来玩哈，欢迎。大根是，你今天喜欢这个女生，其实是你的同行。算同一个节目出来的，但是我们没有遇到，没有交错到这样。哦，不是会一起录音的。对，没有一起录音过。对。那你先到我们这边来好不好？可以告诉我们你喜欢的女生是对面的哪一个吗？哎，是那个艾雅，张艾雅。艾雅，艾雅，艾雅，我呀。他知道你喜欢他吗？他应该不知道。所以他现在 right now 才知道哦。嗯，应该算吧，应该算你们认识他的时候才知道。你其实跟他上过节目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一起上过蛮多节目的，但是大学生没有。他都没有告诉你吗？我觉得他对我就跟对一般人差不多啊，就是就一般同事这样。你有没有很好奇他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？
因为我跟他录比较有印象的节目是他整我，所以我不知道就那个喷水嘛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是有一次有个节目，然后要去整他，叫我去整他。那时候其实我跟他没有到那么熟，可是那个整他的内容是说要去我跟他介绍便宜的美食，然后就安排在林森北路的一个热炒店，这地段已经很奇怪。然后他比较晚到，我先到嘛。他一到之后呢，上面就有四个那个兄弟大哥就坐在那吃饭，然后我们还是要介绍，就他们就会嫌我们太吵，要来骂我们了。然后专访脚本上要写说我要英雄救美，然后出去被揍，看他的反应是什么。结果他们大哥生气一番的时候，我要英雄救美的时候，我永远都被他拉在后面。不是因为我第一个我觉得他是大学生的学弟。然后我想要保护他，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女生在前面那些大哥比较不会对我动手，所以我不想要他被揍。然后两个人出外景就不想要弄得很可怕或者什么，就很紧张。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挡他，然后挡完之后，但因为他很奇怪，就是他在后面，我就觉得他有点俗辣啦，就是都没有真的要奋勇向前。对他没有，他往前冲的力量是很弱的，是不是？我就真的很轻易的就把他挡在后面。但是我后来真的很害怕，是因为那个大哥就把我抓去要陪他们喝酒。我后来就去挡了。对，然后出去挡，他们就揍他，所以我才挡在前面，因为一切都太真了。然后重点是他很过分，他那天都没有跟我说是整人。不算是不打不相识吧，对不对？江湖中人嘛。对，就是冤家变成好。对他印象就比较深刻，因为那个选男谐星的时候，我也把他排得还蛮前面的。哦，对，所以你觉得他是长得是蛮可爱的吗？就是他长得蛮有喜感。大家旁边了。好怪哦。这里啊。站中间，好诡异的感觉。这一组好像可能性比刚才那一组大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两个人很大。因为艾雅这个人很好控制啊，就是对他多下一点洗脑的工作，他可能就会屈服。而且双方都是单身吧？哼，你是吗？嗯，你是吗？现在不是。欣赏通告都不考虑的，所以妈妈出来的时候会告诉我们你现在有女朋友的事啊。他的整个容貌上面全部都在讲我现在有女朋友的事，他 re 稿的时候都是这样讲。妈妈在家很无聊，想要上个节目。不是，我想要带她出来玩，然后刚刚有这个。你们可以去六福村啊。妈可以出来了吗？好了，媒婆把妈妈叫。好，我们欢迎她。来呀。哎呀，刚才。谢谢阿姨，今天的服装好漂亮，我有带花。这就是上一次她说本来要挑要花的那件，然后没穿到，她这次就特别穿了。很漂亮，鞋子也很厉害。所以，那个大根现在这个女朋友已经交往几年了？三年多。三年多。然后对你好吗？很好。你喜欢她吗？喜欢。她是哪一型的？阳光女孩。漂亮吗？漂亮。不漂亮也不对吧？她是做哪一方面的工作？他们是同学，工作跳舞，舞蹈老师，舞蹈老师，他现在在那个华冈艺校教舞蹈。哦，不用讲这么巨细，不能讲，但是所以讲没关系。所以他现在是小姐，我不喜欢去六福村，太刺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然228公园吗？那也可以泡泡茶。不要乱聊这个，对伯母，那个他现在交往的女生跟。哎呀，长得像吗？有一点像有一点像，是白白型的吗？对，就是阳光女孩。你拿张艾雅当成是样本的话，第一次跟妈咪见面，你要怎么跟妈咪介绍这个女生？妈你好，她是艾雅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女朋友。是，她是我妈。阿姨你好，怎么跟上次不一样？真的吗？真的来开玩笑啊，没有说一次啦，她自己长得很像。很漂亮啊，很漂亮啊！你妈在家真的很无聊哈。对啊，我发挥到做得很好，节奏感很好。所以妈咪通常跟你这样简单聊一下，她就会很适当的闪开了吗？她不会闪开，她就会聊起来，她会想要去聊，她很好奇。因为像我第一次带我女朋友见我妈的时候，她其实是吓到，因为我从来没带过女朋友见妈妈。然后还有一只，我还养了一只狗，他也不知道。然后一次就是把狗跟女朋友一起见到他。那个时候哈，他约我在外面吃饭的时候，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心里没有准备好。结果他是把他的胖胖带过来，把他的女朋友带过来，然后就说：“妈咪，这是胖胖，然后后面那个是我女友。”我当时愣了，
10秒。嗯，我说我心里面准备也没化妆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还是去吃饭。你是怕被胖胖看到你没化妆的样子？原来妈妈会想要在儿子的女友面前也是妆容完整的。我希望我有心理准备，就第一次上场总要有个气势在。我不喜欢这样，就是两边都这样做作的，这样不太好。但是自然就好。但是我心里没准备好，所以那次的饭我很不爽的一个时候，他去吃饭的时候，他就把我叫到厕所。妈咪，要厕所？他跟我说，我去拿饮料啦，就刚好在厕所旁边这样。跟他聊天，跟他聊天，我那个时候不舒服哦。我说那要聊什么？后我就问他你几岁？所以儿子叫你要跟他女朋友好好聊天，不是我两边都讲了，干嘛聊？怕气氛很僵。他们后来其实聊得很热络，但是我妈我感觉她有点不愉快，因为那一餐她本来说她要请我吃饭，后来就先走了，我买掉就不高兴。后来我不爽，我就走了。哎，糟糕，你应该妈咪买单呢。啊，后来。我后来还是有叫爸爸汇钱给你，对，叫爸爸出，当面不出现。大根，令堂已经无法满足于谈话节目，你要送他去剧组，想要演完整的戏，感觉要拿都到位。你说他每一段他都要演很久，对对对，我愣了10秒，这个还要演。我真的很喜欢小 S， 你我都跟你上去按赞呢，真的谢谢你。好了，欢迎妈咪来，大哥来，大哥妈，谢谢。张立东超尴尬魔术，立东妈颜面无光。立东妈咪就是张立东要变一个魔术给你，这很有趣。这个是老大，这个是老二，他们长得很像。哈哈哈哈，老大老二，我把他夺走，残酷了哈。嗯，然后现在就请问一下，他是谁？他就是老二。他不是老二。为什么他不是老二？妈，他是老二。哎，麻烦到我们这边来。我好紧张啊，感觉前两个不太顺。只剩下两个女生站在那边了。嗯。可是根据我们收到过去你的绯闻，我们知道是谁。是。对啊，你们有被真正的偷拍到。对啊，吃宵夜嘛。你跟方志有被拍到那一次是一对一的被拍到。啊，对啊。而且他就是你喜欢的类型啊。很欣赏，欣赏。方志有，所以今天是来公开的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可是你不是说你就是喜欢会耍宝的男生，那他就是啊。可是要帅一点。什么？什么？他说要帅一点。帅一点。我就在对面，我听得很清楚哦。他这样，他这样子不行。他大我太多了。是吗？年纪。对啊。你几岁？30。你呢？我今年要满24。他才6岁而已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所以你很懊恼那次被拍到是他，就是我有一直跟他开玩笑，因为我们很熟，所以我就一直开玩笑。他一直觉得应该是彭于晏，应该要拍到一个就是厉害的。对啊，我懂。你这样被他拍到以后，就算你被跟彭于晏拍到，彭于晏就要跟张立东列表，彭于晏 PK 表。所以你今天要向你妈妈介绍。对啊，因为可能妈妈一定也知道你们被拍到的事啊。妈妈好像是从那个邻居的口中知道的，然后妈妈当时的反应是，妈妈老公刚，因为邻居就说，哎呦，你竟然吼拍到吼，我厉害哦吼，然后我妈就说刚母，然后就说没有啦。你邻居真的有比那个动作吗？我邻居可能比较轻浮，他是有就是感觉，对啊。你的照片只有被拍到胸部吗？不是，不是不是，不是啦，不是是胸部，拍到脸的胸部吗？在怎么可能邻居吧？因为他那标题写的就是大武功也心宅啦，对，我很喜欢大胸部女神这样之类的。哇，所以你不但被跟错的人拍到，然后还被下错了标题，就是标题让你也不舒服吗？就那时候有点难过。所以如果今天张立东跟你坦诚说那个拍照是他去安排记者拍的，那我可能会跟他绝交。哎呦，那我现在告诉你是他去安排记者。不是啦，因为一切看起来就是你搞的啊，不是不可能啊。你是为了上狗仔会跟你跟，请问你狗仔跟他？几率不高。演艺圈这么多人，然后狗仔分一批人力跟你。可是那天吃饭不是我主动约的啊，是我约的，是我约他吃宵夜的。所以你约他之后，他才去通知记者的。他不是。
走。因为刚好收工，然后因为我跟他还有昆凌，我们是有一个群组是好朋友这样。问他就可以了。我不会回答的。可是因为周杰伦已经说我跟张立东好了，我跟张立东拜托。他们什么时候求婚的、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昆凌有跟你讲啊？没有没有，他没有跟我讲，我跟他不熟。因为周杰伦已经大方的说他们是真的要结婚了。对啊，很。我都不知道。哎，我们今天要聊我们两个。你是谁？走开。我跟你快要被封过了。我先离开好了。难道对不起？难道昆凌不会拿出她的戒指，然后哭着跟你说她跟我求婚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因为我最近都在拍戏，比较忙，所以其实最近几个月我们都比较只有简讯联络而已。他已经快，你说出昆凌是你朋友的时候，你难道认为我们两个不会往下问吗？我以为你们会 focus 在我们。我们怎么可能 focus 在这件事情？对啊，那你们这么好看的？没有啊，不熟，不熟。因为张立东每一次来康熙都会被我们忽视，真的、哦？对，因为他对自己太有自信了。哦。然后我老是记不得他是谁，以为是顺吉嘛。哎，可是你妈会不会生气？她刚刚说你长得不帅，还是你妈也觉得这是事实？没有，我妈一直觉得我是帅的。所以你妈就可能就会不喜欢他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没有没有到丑，因为只是不是我的菜。可以不要想那么多。他那个。昆凌跟杰伦的事情，你有回去告诉你妈妈吗？我这个我都我们不熟，对对，你跟你妈不熟，不是我们跟他们算一般朋友。所以你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周杰伦过来接昆凌的时候，你们是什么心情啊？就是没有遇到过，没有遇到过，没有错，没有。他刚刚点，他刚你在说哦什么？你刚说哦什么？我们开始继续下一段，好不好？没有下一段、啊。对啊对啊，所以你真的喜欢他吗？啊，你喜欢他吗？欣赏是欣赏的类型。好，记者到他旁边来吧，摆一起我们看一下。干嘛这样？好像不太配。看吧。为什么？就不太配啊。不像是同不像是同一路的人。对啊。人哪一瞬间觉得就帅？他很会安慰人。哦、oh, ，真的。嗯，可能昆凌就是那种会拍拍我的肩，然后抱抱我这样，然后他可能就是在旁边会变个魔术，偷偷抱抱你。对，因为我想偷偷抱抱，可是不行。对，他就会变个魔术什么的，然后就觉得他又很烦，但又觉得被安慰到。很烦哦。对。哎、欸，那些变得都很有趣耶。你现在是要变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说到了重点，来，你把手。徐熙娣。他等很久、啊。欸他等很久啊你为什么那么容易上呀、啊？你为什么老是要上这么大？因为他眼神实在太炙热，他一直这样。功亏一篑，防了半天，防了一整集了，你自己收拾，这一集快撑完了。对啊，想说终于可以逃过一劫。好吧，你其实都讲出来了。把 S 姐伸出，不是电人，不是不是蟑螂，不会恶心，也不会不舒服，不会痛吧？不会。好，来喽。要是痛你就完蛋了，我跟你讲。不会痛，甚至还很舒服哦。来啊！是啊，干嘛？什么啊？变球啊！会疯癫？不会啦，不会，很安全，水都没有，干干超干的。好，来，很安全。好喽，你可能稍微握一下。好，握一下。这是两，这不是普通的球，这是两个孪生双胞胎兄弟。所以他们长得很像，对啊，从小感情很好，哎、okay, 会从小打闹在一起。Okay, 那这边这个呢？因为他们长得很像，这边这个是老大，对，那这边这个是老二， okay, 老大跟老二感情非常好。Okay, 有一天我是尬的，对，我是上帝 ，OK， 老大老二，我把他夺走，哇，残酷了吧？现实就是这样，快一点，好来了，我现在请问你，他是谁？老二，他不是老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才是老二。吗？对啊，我告他，所以你是吗？你告诉他不是姓韩，你都是这样安慰方式有的。杰伦知道你把这个东西放到他女朋友的手上去吗？没有，我们在他面前没有变过这个。对啊，有谁问？有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好，好，没有。所以昆凌也喜欢。他有笑，对啊。哦，那就够笑了，然后不要看，然后把它剥掉。OK， 所以妈妈也看过这个魔术吗？妈妈没有。等一下变。对妈妈变这个多尴尬。你要点，你要点，你要点。变了，变了。把美女带去。来来来，出来看魔术了，伯父。我要上去，你是什么？我要陪你干妈来这边。
弟，嗯，好年轻，谢谢。我妈很多人说她像吴一沛，对，有一点那个感觉。所以你是像爸爸吧？也不像。快点把那球捡过来！哎，对对了，这个球很重要哈。立冬妈咪就是张立冬要变一个魔术给你，哎，这很有趣，不会有电。他常常有新的道具，这个很好，很优雅的一个魔术，不会电的。应该。先准备一下，那另外一颗嘞。好，来喽，要顺道变给妈妈看吗？请，啊，对啊，期待啊，好吗？来这两个，手张开，好，麻烦。我会怕，没有水，没有电，不要怕，不然没有陷阱。好，它不是普通的红球，它是两个感情非常好的孪生双胞胎兄弟，好，所以这个是老大，这个是老二，他们长得很像，哈哈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是尬的，听得懂吗？上帝，对，好，来，老大老二，我把他夺走了。好，阿老，残酷了哦，嗯，然后现在就请问一下，哦，那个他是谁？那就是老二啊。他不是老二，那不然是？他不是老二。为什么他不是老二？他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老二啊？为什么？老大被拿走，只剩老二啊？对啊，就是老二啊！你们是老二吗？你跟妈妈介绍，就是就剩老二啊！妈，嗯，他才是老二。家教不是这样，反正是放到自己亲妈的手里，被吓一跳哎！你妈妈吓成什么样子？妈咪的好紧。卓一鸣现场介绍陈汉典，维尼妈当场吓傻。其实我妈跟那个田妈也很像，让你们赶快结婚，哪怕是男扮女装的 gay 都无所谓。我们把陈汉典介绍给伯母。欢迎啊！那跟伯母聊一下，你跟陈汉典交往多久？一个月的时间吧。你要讲，你要成家的想法吗？目前是有，正在找目的。他们俩被偷拍到的时候，你有高兴吗？有一点小确幸。可是是你。什么叫小确幸这种东西？可是你如果知道是你儿子安排的，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好？如果是安排，那当然不好啦。可是儿子安排的耶，不会吧？因为记者也写的不是很好听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觉得他应该不会做这种事？对对对，这个本来就把他贬低的东西，他不会做。真的，记者说他什么？他说都什么邪心，什么，就是专门什么把那个大奶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就觉得那篇文章你看得很不高兴，是不是？当然呢。所以妈咪在为儿子抱屈。我儿子怎么会是什么多丑的？我都觉得他很帅啊。你问方志友。对啊。你看方志友很帅，阿姨张立东很帅，就是啊，你看他，我们把影片调出来。对的，对的，这是三分钟前的影片吗？对啊，他帅一点嘛。所以我觉得妈咪不能接受别人说张立东的外形不优哈，因为他会遗传到我的基因啊。我总觉得我也不是顶阿姨很的，阿姨你很漂亮，阿姨很漂亮，漂亮，来大根过来，来，阿姨真的很漂亮。阿姨啊，所以大根跟立东谁比较帅？妈咪，老实讲，就是只看外形，对，就是其实是各自不同的型啊，一样帅，对对，都很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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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在妈妈的眼中，给人过来，给人过来，一定都觉得自己小孩。妈咪，那这三个呢？铁人的帅又不同，他是比较阳光，很阳光，对，还是一样帅，对，都是很帅，真的假的？一样，真的哎，能上电视有几个是丑的嘛？很多个。本人一定也长得很好看，好，我们都会这样子。妈咪态度非常好，了解了。好，立冬来带妈咪去坐哈，欢迎你们，一起吧。今天最惊讶的事情是，维明兄把妈妈带来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。妈妈应该是第一次上节目吧？没有，我妈。妈妈很活跃吗？我妈还蛮喜欢上节目这件事情。妈妈对于你的浪子形象是怎么看待的？他有没有？妈妈都一样嘛，妈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。他没有一秒钟骂过你说陈维明，你真的太花心。没有，他只会骂我交通罚单。他要交？对啊，不，他不是要交，他只是担心你。
你又被开一张1800，你赚钱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1800跟你爸可以吃2个月，就讲1800，是这样。我妈也太小了吧！我妈超厉害，她就喜欢讲这种，她就好像她讲了，她讲戏剧性的话，对，但她很节省，她就觉得这些钱可以花很久。OK， 我比较好奇他们俩的食谱到底是什么？2个月1800，怎么讲出来？是打点滴，可能就没有吃很多东西。北明兄只剩下一位妹妹了，对，所以你要不要大方一点就过去牵她过来吧？牵她，看妹妹答不答应好了。你答应被他牵一下吗？可以牵你吗？可以。来这边请。陈爱玲有料到今天落入陈为民手中吗？完全没有。因为如果陈为民出手，你应该很难拒绝吧？因为我跟为民哥才认识2个月，这才是重点。就2个月前，我才第一次在节目上碰到为民哥，所以我今天接到这个通告，我是非常非常惊讶的。所以为民哥，你为什么会盯上陈爱玲？不是，也不是盯上。其实老实说，我之前不知道有这号人。我根本完全不认识他是谁。嗯，那我是跟他上一个节目，那我们俩刚好一组要去答题。对所以当时留下好印象。对，因为你要出题跟答题，所以你必须看着对方的眼睛嘛。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小女生看起来是小女生，可是她其实有一个很懂得思考的灵魂。她蛮有主见的。对，有自己的个性，我觉得。所以等一下要向妈咪介绍这么年轻的妹妹 ，OK 吗？我妈。其实我妈跟那个铁妈也很像，这样你赶快结婚，哪怕是个男扮女装的 gay 都无所谓这样。可是因为你已经有小孩啦。对啊，所以妈妈应该不在乎。她刚才这样讲对不对？我们让她把陈汉典介绍给伯母。就我，对，没错。看她会觉得怎么样？你先扮演回来，你要先扮成少女，好不好？那我再看看，不要有破绽哦。水明兄，自己去迎接伯母出来。好。陈妈妈，你这样放心的被偷拍。阿姨你好，欢迎你。那个雷明要给你介绍一个他喜欢的女生。陈为民加油。是，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这个相当的才华，而且两岸都很认识他，假鬼假怪。然后在夹缝中求生存，很有毅力的一个女生，一个人类。看脸跟伯母，伯母您好。对，要不要跟伯母聊一下你跟陈为民交往多久？大概1个月的时间吧。你信不信任他？你信不信？你们有成家的想法吗？目前是有，正在找墓地。好了，不要闹伯母，来，陈爱玲过来吧。好，这个才是为民要介绍给你认识的。伯母好，很好啊，很漂亮啊，谢谢。听说你对于他上一次婚姻的事，你也不理解，说为什么好好的要分开？对，他根本都没有让我知道，没跟你商量。我知道的时候已经经过差不多半年了。你真的很对，他完全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子。自由的一个人，不晓得啊，所以就算了。对啊，那只好这样子了。所以你就希望说，既然已经恢复单身，就赶快再找一个就好。对，希望他有机会的话，当然找一个理想的。陈为民，听说妈妈喜欢肉一点的。对，我妈刚一进来，我们大家坐在那边等无聊嘛，我就问我妈说：“哎，那对面的四人觉得哪个好？”她就直接指方志友。我说：“我知道你就喜欢这种。”所以方志友，你只是被看中了肉而已哦，就不是。我妈觉得自由看起来就是肉肉，然后那个脸呢也是福泰肉肉。对，现在少女然后喜欢自己被讲福泰啊？没有，这是我刚跟我妈私底下的对谈。OK， 所以阿姨不喜欢太瘦的女生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她前面那一些都很瘦，那两个都很瘦，包括她离婚的。对啊，前面不是有一个女朋友也好多年了，后来又分手了，还闹得沸沸扬扬的。两个又是一个画家，你看，他真的很像见过大风大浪的人，什么都可以聊。有一次我录一个节目，那我手机就刚好放在身上啊。我们虽然开静音，可是会震动嘛。刚开始哦，就刚开准备要录啊，大家主持人进场了，开始现场开始在弄，我转那个就一直响。我一看我妈，那我想说老人家年纪都大，电话不接，万一什么事怎么办？我天，你可以诅咒你妈。我的心态很老实的讲出来嘛，我是这样讲的。然后说，妈，我在录影啊，给我妈说，我是你妈，跟你讲2分钟不行吗？叫他们等。我发誓。妈妈有这种防护的语气。结果我是边讲边大家对不起，然后对完手机直接交给助理，再也不带进来。
啊，你还蛮听话的。不是因为我妈，我就怕她骂。所以那两分钟的事情重要吗？完全不重要。你是罚，也是罚单的事吧？我妈从来没有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有几年我不住在北京吗？我妈甚至会打长途电话来，然后聊很久啊，你那个瓦斯费哦，回来什么样？你那个水哦，我洗衣机我已经帮你什么呢？我说妈，你需要打几千块电话来告诉我这些无聊的事情吗？啊，对，好，拜。他还是要讲一下，他还是要讲，这就是想听儿子的声音啊。对啊，立冬妈极力推销儿子，康永小卫士也听不下去。今天最有希望，你认为是唯一那一对，还是爱良那一对？我觉得方志友哎，人的想法当然会改变。志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立冬真的太小，长得真的很帅，他有很多人的那个影子，大明星的影子。所以你想，我就是那个杨幂型。谢谢。就是那个 Mark 那个赵又廷，谢谢。我都这么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有那种，我觉得这不错，然后约会觉得确定了，你就带回家跟爸妈吃饭嘛。嗯，我妈态度是很明显，就她不喜欢你的时候，她不会让你觉得她不喜欢，她就完全就是一个客人，就把你当客人啊，西弟啊，看过你节目啊，来坐，我去弄菜啊，就是客套，保持距离。对，可是我曾经带过一个女生，啊，虽然就是后来没有交往，就我觉得还不错的时候，我就带回家。我第一次看我妈是一个女生进来就啊，玲玲啊，哎呀，好高兴来我们家，多大了啊？就是哎，坐，我弄个菜啊，哎，还是你进来厨房跟我聊天，这样啊，很亲密，就整个就很亲，你就知道说哦，我妈喜欢那个菜。是那个是，你还记得是哪一个吗，阿姨？嗯，她应该不记得，因为只带回家过一次，后来就没有再交往。哎，不记得了。所以你应该有心理准备，就是就算跟你相处很好，维明可能也会不要。嗯，对，其实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跟他们在一起，我蛮能委屈我自己的。哦，哎，蛮能委屈。我有让你受过委屈没有吧？当然是没有。有女生对你还是有，就对不对？你妈真的蛮会讲台词的耶。你有什么委屈？多少都会有啦。他的女朋友给你，因为有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，但不是像现在了。现在他不会了。现在我是只要你自己好，只要他们好，我没有意见。生不生小孩也无所谓吗？那现在他儿子都那么大了，所以你已经不用关心。对啊，对，因为我也没能力帮他带嘛，是吧？嗯，没能力帮他带，然后他们那就看他们自己了。嗯嗯，好，那就今天就结婚吧。好了，我们来带妈妈去做。好，谢谢，欢迎妈妈。我觉得张立冬好像随便看妈妈讲任何话，妈妈都会很高兴。对啊，这个妈咪超好伺候的。所以现场最急的还是铁人妈哎。不过你今天根本不在乎妈妈有没有来，其实你就是要跟阿 Kimi 在同一个舞台出现的。圆梦了，这圆了两个梦，就是妈妈来上节目，还有跟阿 Kimi 同台，成功圆了两个梦，谢谢康熙。所以接下来阿 Kimi 再也不理你也没关系吧？我觉得有，还是可以去车站堵他。公馆堵，公馆都遇到了。Kimi 如果他Facebook 上面要加你为朋友，你会接受吗？不会啊，没关系，可以做朋友，可以聊天，可以加他哎，所以是一个开头啊。粉丝专业啊，什么了不起？是粉丝业吗？不是私人业吗？粉丝网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起去骑脚踏车。哦，好棒啊！阿 K， 你后面有男朋友，然后再来是铁人，这样。男生都是肥友。那今天最有希望，你认为是维明那一对还是艾雅那一对？我觉得方志友哎。谢谢。方志友嘴巴说不要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方志友。人的想法常常会改变。志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立冬真的。推销。真的。他真的很帅，他有很多人的那个影子，大明星的影子，像他有时候你。方顺吉。没有，因为一直讲那个方志友，你讲的我应该有没有想？就是那个性格的明星，就是那个黄立行。谢谢。你要把它讲完。还有，就是那个 Mark 那个赵又廷。有哦，谢谢。